百族代表，为什么圣教教主不受庙地圣王禅罗座师尊？百族代表，南天三天玉皇白天尊，百族代表，观世音菩萨。台主代表台湾作主，啊，台湾主代表西方教弟进步，啊，台主代表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台主代表东方药师佛，啊，台主代表诸天正神菩萨，金鸿丁酉年十月十七。天皇大主代表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咱大家以虔诚之心向阿弥陀佛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各有为心信教，为心行事，法师、讲师、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修身共足。阿弥陀佛，圣诞的时嘛是来祝福，叫咱大家普天下六十四亿人民的人心生日佛诞快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为什么圣教？自立教以来三十六年的悠悠岁月，自从一位开天，再为辟地，人立其中，万法形成，才有今日的唯心圣教，万法唯心。悠悠岁月，三十六年的岁月，咱。所谓有缘的宿舍，拢是有有约有约，要过来世间共转世界和平法轮的，对南天而来的，现在也拢是公共，啊，甲各位现世同修弟子，天人合一，在当下，来接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所听到的，犹如在南天门拍开的时候，满山满天满法界，西方叫世界阿弥陀佛，这排个啊，西方的七色鸟，加连平溪，所谓喜鹊等等。现在同款，拢来赞叹着王禅罗座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释迦牟尼佛，啊，东方药师佛，济公高佛，啊，神龙大帝，瑶池金母天尊，啊，以及
所谓西方来的诸佛菩萨，在南天门之前，啊，共同为过着这个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共同和平，啊，所以当下出世，咱以一个真虔诚感恩之心，咱再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各位贤士同修，啊，今日是丁酉年，咱的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啊，福国寿在，那是夏天温，又欣逢今日是阿弥陀佛的佛诞日，咱全体一心祝。十月十五日，啊，咱的三元三品人间大地的圣诞开始升段，到地母至尊的圣诞，啊，已经到现在来，咱一路虽然33天真无闲。但是咱所谓贤士同修法师，拢是足无用个，足用心个，拢是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积福来共修圣法。尊者王禅老祖师尊所开示个啊法义，一直咱来圆满，一只我奉完。啊，代表所有的同学，连坐上的诸圣灵，啊，甲恁致以祝福各位。啊，咱今年这段的33天的法会，啊，咱所祈祷的，其中一件真重要的，嘛，甲咱启示的，就是。印度，古印度尼泊尔，释迦族在2500多年前被灭。啊，这里启示着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3762次大小战争所发生的，啊，所被灭的，这拢有一个集合共业，这里甲咱启示着。因缘果报，啊！甲咱启示咱，即时爱修行，爱做反省，所以这讲啊，哈哈如来咧，啊！伊就启示就讲，咱爱是这段的发挥，同时邀请着释迦做秘密。也足万灵，啊，来再听经共修，然后会当希望拢转生南天净土，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净土。啊，祈愿南天三天玉皇大帝，啊，天公恩准慈恩，啊，咱遮个七家族。祖灵会当往生啊，这个南天净土啊！我也希望着玉皇大帝天公慈悲慈恩，中华民族15,615姓，列祖列宗诸冠灵啊，917位天主帝王诸冠灵啊，当作日本。祈福以来124位主冠灵，啊，天皇主冠灵，以及韩国，啊，来祈福后裔，啊，202位天主帝王主冠灵，啊，该的
啊，往生西方南天净土，转生西方叫做世界佛净土。啊，故以2004年，啊，咱举办着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已经12段了。所以在2017年的正月初一，啊，咱在南口大体育馆啊，冰浦一时，这组文啊已经表演啊，复原自今年这个丁酉年的工作阿弥陀佛佛诞的日啊，好，咱的一当节奉上。中华民族156县市主冠名啊，主祖灵，一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咱有做到位了，咱所有的弟子啊，翻背啊，大家每一天会发出所诵的经，咱就一遍供养。啊，甲咱同时，咱在国内国外啊，共同奉上啊，这个《天地经》或说《阿弥陀经》啊，决定要达到1500万部的这个功德，同时一直来回向、来供养啊。所以今日咱在千佛像堂前向玉皇大帝好禀报啊，愿望。所有的微信地主拢会当达成咱的天命。啊，今日咱一只星盘来祭天，啊，表达我几点的心。啊，第一个心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列祖列宗，该得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故我大家。合掌，感恩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啊，第一个、第二个机缘呢？啊，机缘呢？两天护法波重生，化解干戈摄天经，仰望人心小天爱，共同共济世界真和平。两岸的问题，哈，因缘成熟，在佛诞的当下，哈，有所化解，仰仗佛力，仰仗玉皇大帝、大帝天公的慈悲，温我啊，这个微心现出地主像啊，来祈求，在十方愿世界。真和平，心连心，手牵手，共同世界，共济世界，永和平。一拜，再拜，三拜。啊，第三个祈愿，啊，祈愿着咱的微心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啊，道家出版36年啊，啊，已经威德啊天威已经实现在世间，所以弘元带领着微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啊董事以及。会员、会友是所有善事，啊，共同以这个丁酉年啊，春呢开始动土，啊，建设着王禅老祖大金身，宽25米，啊，决定在戊戌年5月初5日
啊，会当落成啊，实现在世间啊，民心一心来向佛，一心向道，一心来尊天法祭，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广我为心地主，得处祈求玉皇大帝，慈悲啊，温我大家所求，一切工程顺利，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再来，王禅多座道家书房，啊，在台湾净土，2012年，啊，向国际，啊，这里证明着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甲宗教融合为一，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所以得到挪威诺贝尔奖的提名入围，啊，这是证明着维新信教的教义是世界和平一盏灯塔。所以愿我维新弟子，大家共同一心，啊，依教奉行，啊，依法修行，修行，啊，依照世界和平推手啊，诺贝尔和平奖基金会所共同所办的荷兰的入围这本册啊，这本内容，大家共同来打拼，共同来朝向着世界和平啊，尤其咱的世界和平。啊，为心信教世界和平促进会，啊，伊为心啊信教功德基金会，啊，伊为心信教啊，这个学院为心信教啊，易经大学啊，各分寺道场法师主持，大家同心同德，共同来圆满着咱的世界真和平与同学啊，请大家。感恩的心来向玉皇大帝行三拜礼，祈求一拜，再拜，三拜。啊，再来，安尼心愿，安尼祈求大家学易经，八股一真言，八卦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好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好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啊，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好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啊！弘扬到咱的地球上，成为啊世界和平一盏灯塔啊！就我大家来向玉皇大帝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上来是咱维新信教，啊，所有维新弟子共同一本愿，啊，祈愿玉皇大帝，啊，大慈大悲，啊，加持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然后向着世界和平，啊，两岸三岛会行行顺顺。应该有觉醒，啊，唔通再有所啊因缘成熟的发生，啊，祈愿呢，啊，玉皇大帝呢，啊，助力啊咱的啊世界族避免所有的诸怨灵，啊，同时在当下，咱的今日下午啊，严考虚实
一时啊，一弯弯红伞，礼炮红伞，回归蓝天净土，然后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为本愿呐。啊，也祝福到大家平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遂。阿弥陀佛。一心上请大慈大悲唯心圣教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接引，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慈纳，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共建。我们当下唯心圣教啊，各位法师，我们当下丁酉年11月17日啊，参与皈依的唯心圣教义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各位生日快乐，因为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佛诞，也是我们每个人无量劫来无量劫前啊，我们也是因缘在世间上，都有来世间上投胎转世过，所以今年丁酉年的11月17日，啊，我们唯心圣教，尊天法祖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各位的列祖列宗。都能够与我们同时皈依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本尊。我们人有三宝，一个宝就是佛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性，再来觉性，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来代表觉性，清净性药师佛如来代表我们的本性，都是清净性。所以我们从西方极乐世界跨过
地球向西的地方，超越过无量数的恒河沙数星球，我们的灵性从那里来，来到地球上，我们因缘来投胎转世为人，所以这是珍贵与宝贵，所以我们要找一条回家的路，那必须要了解到回家的路家在哪里。啊，我的家不是一般所唱的歌，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不是山那一边而已啊，我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家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皈依了，你们是带着你们的祖先一起来皈依，而有的带着你们家里的已经往生的妻子、兄弟，还有自己的父母，啊，以及眷亲、眷友，尤其每一位都带着你们的祖先、祖灵，都一起进入王禅老祖的心田，啊，进入观世音菩萨的慈光莲花宝座，啊，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是我们皈依的目的。我们不是去拜师，拜哪一位师，不是这样，师还没有究竟，真正的自性的师就是佛陀，就是觉性，每个人都有啊。这你要回到家啊，一条路一定要清净的路啊，清净的路走回去才能走到自己的家，就是药师佛清净性的路啊。那回到家怎么样才认得自己的家啊？要回到自己的家，你的家主人阿弥陀佛是怎么样的形态，是怎么样的法相庄严，就是战佛记所开示的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是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啊，这即是每个人的自性庄严。现在我们好多同修，今天皈依762位贤士同修，啊，包括有几位自己带着这亲人的法相一起在胸前，一起在这里皈依。尤其呢，当下我们也皈依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祖帝王诸眷灵，啊，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诸眷灵，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祖帝王诸眷灵，以及啊，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诸眷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诸军民眷灵一并皈依。尤其
啊，这本期的皈依啊，我们现在在莲座上的有各位堂上祖先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各位的家中无缘住宿英灵，还有啊家中地基族，以及各位啊你们的累劫冤亲债主啊的地球上195个国家农业啊所杀害冤魂转动诸灵啊，尤其印度、尼泊尔2500多年前释迦族被灭啊，诸怨灵，还有十方法界3000万灵，各个所供受的灵位，坐上诸怨灵，啊，等等三界法界众生众等，一并在今天丁酉年，金钟夜响传千里呀、啊，啊，在今天尊天法祖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当下，我们一并皈依。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自了脱生死，各自成就成佛果位，这是今天我们殊胜皈依的庄严性。所以我们皈依的是将我们的心回归到最原始阿弥陀佛世界的清净性、佛性、觉性的自己的本来的家。所以我们虽然是新兴宗教，但是万教不离心，心即是一切，一切都在出于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到现在36年了、啊、空中妙游传心华，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炉，作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在世界上在人间走一趟心安无挂碍无悔无恨的人生，我们即能够回到自己的家，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家，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世界。安尼听有无？啊，各位啊，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民国71年的6月19号，王禅老祖啊承蒙台湾祖师的慈悲，啊由观世音菩萨，还有诸天圣神活菩萨，恭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与师父天人合一啊，师父也是一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天人合一之后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到现在36年，36年的时间啊，空中妙游啊，一直都印行道，从修道、正道、悟道、正道、行道、
最后是弘道，所以才有今天的皈依。啊，今天的皈依，我们只有762位，但是762位都在千佛禅堂，每一位都能成佛，只要依法修行，依照啊皈依信条啊的三大信条啊皈依啊，刚才各位所发誓的这誓愿的信条，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孝道。我们还在家，家有父母还在，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父母已经成佛成道了，我们就要念佛，用修行来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这个就是大孝啊。所以我们做事业，你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即是大孝。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尽孝道，你要尽到完全的孝道，入世法和出世法都一定要做到啊。入世法就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啊。所以我们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啊，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息心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即是大孝。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所有一言一行都是孝道的行者啊，所以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回归到太极天净土，也会回到大梵天世界自己的家回去。啊，那么到极乐净土呢？那人世间我们圆满之后，我们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家。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各位都有这个缘，新逢阿弥陀佛的佛诞，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举行大皈依，在千佛禅堂，我们有千佛在这里共建和加持，在这里呢，我祝福各位啊，每一位都能够成圣、成贤、成佛。见性成佛啊！好，那我们今天就送这个念珠啊，人家念这个念珠，左手右手都没有关系啊，人家念这个念珠，南无阿弥陀佛，压着一定要念南无，南无，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时间，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念。啊，曾经我们有师兄，啊师父啊，我很难过了，暗时啊，放屎放不出来了。哦，他是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就放出来了啦。他问我说：“师父，这有没有不礼貌？”我没有不礼貌，阿弥陀佛，我马上放晒了。啊，放就放也出来，马上阿弥陀佛了。啊，他那肚子痛啊，疼啊呢，啊，你都压着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大医王，自信的大医王，自己身体，你就是和阿弥陀佛天人合一了。
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当下我就皈依阿弥陀佛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你们在啊平时坐车子哪里都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念珠佛珠送给你们，虽然很便宜啊，但是意义不同啊。你们不要说哎呀，我有比较好的佛珠去买换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你可以一起挂啊，但是呢，比较好的佛珠没有抵不过你现在皈依送给你们的这个佛珠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以后你们就可以清楚了啦。啊，所以在皈依在诸佛菩萨啊天神的共建之下啊送给你们的都有加持过的。那么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每年的十一月十七都是阿弥陀佛的佛诞啊，当你们啊了解到阿弥陀佛佛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家以香花果来供养啊阿弥陀佛，那就可以了，不必杀鸡杀鸭杀鸭杀猪拔毛，不必哦，这是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香花果串来供养啊，诚心道。那么我们今天皈依之后啊，等一下呢我会送这个佛珠给各位啊，你们呢啊，你男左女右，男左啊女右，为什么男左女右啊？男的挂左手，右手要动来撞鬼。所以你走那么皈依这个佛珠，你不要小看这一串，买了还不到100块。哎，啊，我们早期皈依啊，师兄他在美国啊，他到美国呢啊，有一次到美国在下大雪，怎么办？哦，他就认真在车子上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车子一直开。跑给那个雪锥啊，平安跑了4-5个小时以后，哦，停下来了啊，逃过这个劫难啊。那么那个雪停了，他很高兴下来呢，他就拿那个雪完雪就把它丢，一丢出去呢，这活猪都跟着跑出去，跑出去了，糟了，找不到啊，在雪堆里面，哦，雪又来了，又赶快跑。你看，哦，所以回来再告诉我的师父啊，啊，阿弥陀佛很慈悲，龙天护法很慈悲，将情形讲给我听。啊，他再回来就赶快跑回来仙佛寺，啊，来这里请佛珠。啊，这个案例很多很多，啊，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若是佛珠要送给别人啊，是送给亲友，你可以另外买送给你们的，这个你们就不要啊再转送了啊。所以安听好不好？好。那么你们念着佛珠呢啊，这佛珠若是遇到小朋友惊到惊吓了啊，冲散睡不着哇哇叫，你可以左手压在他的头顶，右手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你要加持以前，你要啊弟子摸人，现在因为什么事
请你啊加持某某孩子啊，给他喝油漆啊，给他啊平平安安啊，那生活意供养，念佛加持，所以你可以右手啊压着佛珠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左手压着他的头顶啊，安魂力魄啊，这样的话你一点点点他就会静下来了啊。你们也可以当为老祖的化身，可以为众生为家人来啊赐福给有缘的人需要的人啊，这个太多太多的功德天功德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今天啊皈依了，你们就有这个啊心啊，有这个诚挚的心，礼敬佛的心啊，敬老祖的心，好好修行。除了易经风水要修好以外啊，就是我们还有宗教啊，三合一把它贯穿起来，一以贯之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啊绝对可以走一趟漂亮心安的人生，然后我们世间功德圆满了，我们就可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么有人问我说，师父啊，那么这个佛珠若是我要回去要不要带回去？你看你们要不要带回去？要要哦，好，要带回去也好，不带回去留给子女哦，做纪念也很好哦。那你就带回去，带回去了、啊、阿弥陀佛，哎哎哎，你哪里来的？哦，就是哦，王禅老祖啊，这里的弟子啊，所以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啊，那以后代志，但是目前还先修好，哎，好、啊、啦，那么这个皈依证，皈依证啊，这个皈依证呢，里面师父还很年轻很帅，那是过程，说四十年前啊，师父的像啊，那么皈依我要换了。现在比较庄严的老祖叫我不要换，比较年轻啊，比较年轻啊，那所以你们不要说，哎呀，我的这师父怎么那一张相，我、哦、看得很可爱呢，又不像修行人，啊，人的修行是在心呐、啊，嘿，啊，这个呢，若是我们你皈依了，啊，我们时间一到。世间上时间到了，我们要回家了。记住，要把这一张画在我们的灵位前面啊，那画在前面就可以带走。回顾在民国78年，我们这个要建设的时候啊，我们一位蔡师兄在台中市大有街啊，他的爸爸也是皈依了，那时候。啊，他往生，我在日本，所以他往生了那一段时间，晚上都托梦给他的女儿，啊，他女儿也不搞不清楚，啊，那么干脆过了几天，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部托梦说他没有路回去，啊，叫他家门的紧急开会。啊，就是要做皈依证，啊，跟他说我要到佛祖那边，啊，佛祖呢看到我门口，挡着没有皈依证，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他爸爸很苦恼，啊，所以全部五个孩子全部托梦，托梦了，啊，起来，大家起来集合。才了解说哦，要皈依证啊，那么皈依证呢，就在他的灵前啊，这个慈善寺啊，他的爸爸灵骨呢安在那边啊，他们呢
就在那里面把这张画要给他爸爸，结果画的时候啊，这一大光咻就到他爸爸的灵前灵骨那里，哦，这是我的囝，让我别出来，我说别出来，啊那安尼哈，哦，那么那天晚上他爸爸就很高兴了，都看到爸爸很高兴，啊，手拿着一个布子，啊，在后面，啊，就往西边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就一直去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回家了。哦，所以各位同学，会记得，啊，这个皈依证很重要，哎，啊，这个，告诉各位说，我们皈依的意义和一般的啊，到商店啊，那卡片不一样了，嘿，啊，商店的卡片你可以买到东西，啊，那么但是买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门票，啊。那我在这里呢，恭喜各位，你们都已经是啊王禅老祖的弟子，佛门弟子啊，阿弥陀佛，祝福各位，阿弥陀佛。